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线上手语教室。Hello， 我是龙老师连桥。嗨，我是听人老师如君。天桥，你为什么一直撑着伞？做什么啊？真奇怪，今天呢、雨下了一整天，衣服都湿了。台北一直下雨，一直下雨。白天呢、我跑了好几个地方，所以呀、我最不喜欢下雨了，所以加个伞嘛，保护一下。你们今天是不是也有下雨呢？金门有没有下雨？有。那云林有没有下雨？下很大哦。有。是啊，我啊昨天去外景，下雨下好大哦，全身都湿哒哒的，真的。最近啊天气常常变，像记得冬天的时候，平地忽然下雪。五月啊，好冷，还要穿那个大外套。然后六月要下梅雨，但是没有哦，一直延。然后延，忽然下的时候就下暴雨，好可怕哦。生活的环境和天气都在变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来施展我们的神力，要跟大家一起呼风唤雨，开始上课咯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来看手语词汇。春天，春天风凉凉的吹，记得哦，这个挂号有凉的意思。春凉，手语是一样，但是我们要表情不一样。春天凉快，春天凉快。你们在家里啊，冷气没有，凉凉的就很舒服了，对不对？凉快，凉快，是 OK。下一个，夏天流汗。中指微微往前，夏天热，挂号的字是热，流汗，流汗，对，很简单哦。夏天流汗等于流汗，有个热，有个流汗的动作。下一个，秋，秋天开始刮风了。秋，这个挂号呢，表情有风的感觉。风，风，风，要记住哦，解释一下，很多听人哈、风你要这样扫下来，不是这样哦，这个就不清楚了。哎，风，对，要这样子扫下来，不是只是这样摸一下就不对了，知道哈，秋风。下一个，冬天冷，没有表情的话是冬。如果挂号的冷有表情，知道吗？如果聋人常常比手语，表情会牙齿会抖，对，很冷。这个也是冷的意思，加上牙齿，好，再一次。冬，冷，冷。你们看哈、聋人比手语有这个意思，就是很冷，牙齿在发抖打颤。那冬天呢，也可以加牙齿，就很清楚了。下一个天气，晴天。这个要学起来哦。天空是蓝色的，对不对？
青色的天气，我们就比青天。青天，照字面的话就是天气，天气。可是这个很少，天气，天气，天气。好 ，OK， 下一个，太阳，高一点，太阳有光芒的样子，太阳。如果在房子里呢？房子里的会发亮的是什么？灯，对，灯，太阳，灯，不一样哦，记得哦。好，很好。好，接下来这一个云，软绵绵的，轻轻柔柔的哦。云，你不要，这个是什么？乱七八糟。好，要轻轻柔柔的云，云也是阴天的意思哈。下雨，雨滴一丝一丝下，常常呢比手语就是硬硬的也可以。下雨，好，不是这样子哦，很多人比手语歌喜欢这样啊、哦，雨丝要下下来，对的。好，下一个雪，雪就是用飘的咯，飘。每一个人，你们都很喜欢去滑雪，白色飘下来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台湾的雪在哪里呀？什么山？合欢山。对，很想去吧，但是冬天才有雪，夏天没有雪。你们夏天要去哪里呢？游泳，对不对？好，雪，对，可以白雪，也可以白雪，好，都可以。好，下一个雾。看不见，在眼睛前面看不见雾。金门马祖常常雾，飞机就取消，船也取消，就要哭了，好可怜哦。手语是什么呢？雾，在眼睛前面啊，雾，雾，对，有一首那个歌。老歌，很久以前的，花飞花雾飞雾，夜半来天明去。哇，你会耶，厉害厉害，常常唱哦，大家喜欢，所以简单短的歌就会唱。嗯，好，下一个，冰雹，先冰。然后开始掉下来的那个，这个可以看哦，看冰雹的大小，小小的冰雹就咚咚咚，冰雹。那你们有没有遇过冰雹呢？我没有，我一辈子到现在都还没有看过冰雹，好土哦。冰雹如果有，很像那个下雨。但是听声音啊，很大声，啪啪啪啪啪，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下下来就，就知道，可以听，我听不到，所以就呆呆的，哦，听不到它的声音变化。手语呢，冰雹，如果大冰雹的话，手语什么？如果冰雹很大的话，就咚咚咚咚，小颗的冰雹。清楚哦，好，下一个，冰冻，冰冻，冰冻，好，就是像吃冰棒。如果手语冰再加冰箱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就是冷，再打开门就是冰箱。两个，第一个冰箱，
冰箱，每个人的家里都有冰箱。好，很好。下一个，暖，这个就是暖气在心里面，心里很温暖，暖和。如果碰到面啊，好棒，好热心哦，也是暖的意思，暖，热心，暖。OK， 下一个，气温，温度，高高低低，往下就是很冷，往上就是很热，温度。现在呢，温度是多少？金门几度？不知道，24，26。云林几度？30哦，好热，好热哦，30度。那这个气温、温度还有不一样哦。如果这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还有耳温几度？以前是腋下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都是耳温，好，温度。对 ，OK， 下一个，手语有两个哦，第一个颜色，然后。这个是七弯弯的彩虹，第二个手语彩虹，也是这个弯弯的彩虹，嗯，弯弯的彩虹，半圆形，然后七个颜色，所以用七的手语彩虹。要问你们咯，彩虹是什么情形会有彩虹呢？下雨以后有太阳的时候就会有彩虹，很棒吧？来，你们试着比一次这个手语。下雨以后出太阳会有彩虹，有没有？这个手语句子很漂亮哦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哦都拍照。都喜欢拍照，后面有彩虹，自拍，自拍彩虹出来的时候，嗯 ，OK， 下一个，哦，台风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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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个人都很怕台风，手语是台风，这个是台湾岛，然后台风吹过来，台风第二个。也是台湾岛哦，用这个名的手型，台风，台风。还有呢，另外有一个手语，这个台风会动的，吹过来，因为这是动词。台风去哪里？就是用这个吹，呜，吹过去。台风如果一般指名词，我们就会比台风，嗯。连江老师说，那个大家最讨厌台风，但是现在应该很多人喜欢台风，为什么？可以放假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都在等。说如果那个没有放假台风啊，你就不要来。常常呢，台风在吹是什么时候呢？几月份？七月八月，对对对对，七月八月，但是啊，现在六月了，现在台风无嘛，听说秋台就会多，嗯，我们等等看九月的时候台风有没有哦，你们呢、啊、有希望停班停课。等等等 ，OK， 下一个龙卷风，嗯，
很可怕哦，破坏力很强，田地啦、房子啦。手语是什么？龙卷风，龙卷风，龙卷风。刚刚我和连桥老师练习的时候，连桥老师说，但是这个啊，和大便有点像。还好还好，你看哦，这是哪一个是大便，哪一个是龙卷风，清楚吗？龙人看得很清楚。再一次，这个是龙卷风，那这个呢？看得清楚哦。 OK， 下一个，潮湿黏黏的，这个手语黏黏的。对，台湾呢这个地方常常很潮湿，大家要加干燥剂啦，除湿机，黏黏潮湿。嗯 ，OK， 下一个，干燥，口渴，干，口干，嗯，干，好 ，OK， 淹水，哎，最近。哪里呀、啊？桃园机场淹水，淹水，淹水，所以是淹水。这个等于是墙壁哈，然后淹上来。OK， 好，下一个防晒，防晒，防晒，也可以倒过来，太阳挡住。防晒，防晒，乳液，我呢没有擦防晒乳液，结果就一个一个黑斑都出来了。OK， 下一个雷，砰，砰，雷的那个形状哈、哦，看到这个图很清楚，砰。就是这个闪电的这种形状，雷。下一个，闪电，闪电就没有碰，哈、哦，闪电就直直的，闪电，闪电。OK， 下一个，天空，很简单啦，天空，天空，也可以加上空这个字，天空。就这个进去都抓不到东西，就是空，天空，嗯 ，OK， 我们现在嘴巴闭起来，把手语词汇复习一次哦，快速的复习一次，开始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手语形容程度。好，
我们通常是用表情和手的大小，哦，好看这一题，像这个微风是什么呢？微风，哦哦，我们手语不会说微风，哦，很少微风，然后再来清风呢，用力一点点，哦，清风，强风，狂风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微风，清风，强风，狂风，哇，很棒很棒。好，下一个，毛毛雨，阵雨，大雨，好雨，哦，所以你的表情跟手的动作力道要练习哦。再一次，毛毛雨，阵雨，大雨，好雨。OK， 非常好，要来 conversation， 好，绘画咯，好，开始，第一次我们不说话哦。哈哈哈，什么事情？好，有没有？好，再一次哦，看刚刚答案在后面，好，先看老师笔哦。看懂吗？看懂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练习一次，看我们都比了些什么话。今天早上太阳好大，好热。是啊，温度高达38度以上，太热。我没有出去，待在家里吹冷气。我啊，擦了防晒乳才骑车出去。但是下午忽然砰，雷雨很大。我那时候在骑机车，雨淋的全身都湿了，雨啊一直下一直下，地下道都淹水了。还好傍晚雨停了，水渐渐退了。傍晚天空很美，有彩虹哦。今天真的是晴时多云，忽然又偶阵雨啊，是 OK 吗？都会吗？好，
那现在要来猜谜喽，猜成语，猜成语哦，看哦，第一题。知道的题，这是什么成语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知道吗？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在有吗？哇，狂风暴雨，狂风暴雨，狂风暴雨，在。不是哦，再看清楚哦。第一个字，呼呼；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啊，四个字好，第一个字，好，哎，好，第二个字，风；第三，哦，好，有没有人打字？哦，有 ，Amy 打的，呼风唤雨，是谁啊 ？Amy， 你不让我们看到你啊？好，答对了。第二题，啊，拨云见日，对不对？阿芝是不是？答对了，来拨云见日。第三题。他说我作弊，我们练习练习看文字啊。啊，阿芝，雨，哇，哎呦，有人啊 ，Max， 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对了，对不对？雨过天晴，答对。第四题。这么清楚，有没有人打字？打字，快点告诉我们。阿嬷说的是不是？第一个字，冰天雪地，答对，答对，好。第五题，最后一题哦。狂风暴雨，对不对？狂风暴雨，风雨交加也可以，对，很棒啊！比得我们流好多汗哦，一直在出力，一直在出力，嗯，很好。今天呢，同学们，你们上课的表现很好哦，希望你们。可以继续读书，不管风雨，风雨无阻来上课。连桥，我们这个是线上手语教室，所以同学都在家里面，风雨都不怕。对呀、啊，很好。哦，你哦哟，阿妈说她在外面，在网咖嘛。阿芝，你今天也回家了？哦哟哟，阿妈给我们看她吃。果汁汉堡哦，阿芝今天回到家了，平常都在车上。嗯，对，我忘了哈，哈哈，谢谢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要下课咯，不知道外面啊还有没有下雨，我还是把我的雨伞拿起来好了。连桥，梅雨下下下。听说啊，今天下下下就结束，明天就结束了。你啊，不用撑伞了，没关系啊，我怕雨淋湿嘛。
谢谢线上手语的朋友，我还有我们的幕后团队，我们6月24号见哦。我是连乔，我是如今老师。6月24，线上手语教室，再一次整齐一点。我是连乔，我是如今。线上手语教室，我们6月24号见，拜拜。6月24，拜拜。